同学们，如果你们有机会来桂林，一定要来试试这个 3A 的公共厕所。这个厕所在桂林图书馆的旁边的公园里。现在我想给你们看看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卫生间的外面是不是很漂亮，它的里面也很漂亮。我们走近看一下，这里有两个字，厕所，然后呢还有小篆的字体，也就是老的中文汉字，然后有个 3A， 看到了吗？然后有这个卫生间的开放时间，你也可以扫这个二维码来了解它。然后你看到吗？进来，哇，里面是不是很漂亮？这里有个洗手台，然后呢，进来是这样的，这边是女厕所，女厕两个字啊，然后我只可以进女厕所，是不是很漂亮？然后左边是无障碍的，就是如果你坐轮椅什么的，你要在这一边，然后右边的呢，就是正常的，我就不进去了啊，就是让你们看一下。哎呀，所以下次你们来桂林的时候，一定要来体验一下这个 3A 级的公共厕所哟。Follow us and learn Chinese.